有请李昌钰评委为我们推荐下一位挑战者。在摇摆的钢丝中展示着高超的技术，有完美无缺的平衡感，有极致力量之美。我认为他是今年挑战不可能大机械专案中的全能之王，他就是刘仁伟。你好，哎，沙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各位听众老师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好，我来自安徽，我叫刘仁伟，很荣幸能得到李博士的推荐。李博士用他的推荐把你和你的小伙伴带到了我们总决赛的现场，但是今天李博士并没有在刘仁伟身上使用你的一票直通权。没有，我觉得我想挑战一下。刘仁伟将在今天晚上完成一个升级挑战以后，才能进入到最终的挑战王角逐。用单色履带在单边桥上行驶，并用铲斗熄灭蜡烛，成功熄灭三根蜡烛且安全通过单边桥，即为挑战成功。挑战者共有三次挑战机会。好，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。进入挑战位了，哇哇，好，两边都不能着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蜡烛点燃。好，第一次挑战开始。挖掘机单边行驶灭蜡烛，考验的是挑战者精准的操控能力。为了增加挑战者的心理压力，单边桥后还放置了一排玻璃箱。在挑战过程中，如果机身失去平衡，挖掘机将压碎玻璃箱，挑战失败。在如此高难度的情况下，刘仁伟将如何控制铲斗去熄灭蜡烛呢？哇，哎，还要快，还没有熄，还没有熄。哦，好温柔啊。实际上我始终是要小心翼翼的去驾驶，大口的呼吸啊我都不敢，我生怕可能呼吸掉下来。由于蜡烛较软，一旦操作不当，巨大的铲斗将轻易的把蜡烛碾碎。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实则极其考验刘仁伟的操控能力。好，直接一点。现在不要操之过急。现在晃得有点厉害，哎呦，双手都出汗了，还要把它恢复到平衡的状态，一点一点的移动。他面对的是一根很轻啊最小的蜡烛，所以意味着他的铲斗的行程会更长，他必须要牺牲一点平衡。而且他离得很远，他差一点点
差一点点失去平衡，但是他及时调整回来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小蜡烛真的好难。谁选了两只小蜡烛？由于刘仁伟操控不当，挖掘机失去了平衡，巨大的冲击力将蜡烛和玻璃箱压得粉碎。刘仁伟必须重整旗鼓，进行第二轮挑战。这个几吨的用挖掘机这样蹦一下，像地震一样。因为像这种大型机械，这么大的重量，它一旦失去平衡，你救不回来的。过了临界点，你怎么拉都拉不回来的。刘仁伟第一次挑战失败了，他现在可以恢复到平衡一点的状态，然后回到起始点。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挑战的难度了哈，三次机会很不容易。而评委也重新设计了蜡烛摆放，排在第一个的就是操控难度很高的短蜡烛。我宣布刘仁伟第二次挑战开始。好，很快就要到达第一根蜡烛。我觉得从刘仁伟这个驾驶舱的位置，他可能看不见那个蜡烛有没有灭。对，因为刚好被他那个铲斗挡住了。对对对，凭感觉。对，蜡烛一点点，哇，就差一点。这个蜡烛蛮固执的。哇哇哇！一点，再来再来再来。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！漂亮！哦！他已经接近第二个拉住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哇，手出汗了，你看这个。马上就要触碰到竹芯了。没有，新的痛，因为它上面有蜡。哇！你这些蜡烛，这怎么这么固执？哇！好，漂亮。挑战者将五根蜡烛当中成功灭掉三根，即为挑战成功。好了，好，这一次几乎没有碰到主体。没有，你现在可以不管后两根了，你只要安全通过，从那边下来，挑战就算成功了，好吧？我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人，我想再挑战一下。我们不给刘仁伟任何的压力，完全由他自己选择，无论如何他只要能够按照我们的规则通过挑战，就算成功。我选择再做一次挑战，既然来到挑战不可能，就要挑战不可能。
刘仁伟已经完成了熄灭三根蜡烛的挑战，按照规则，他就算挑战成功。此时此刻，刘仁伟并未满足，他向评委提出了继续挑战的请求。但如果后面一旦挑战失败，一切都将重新开始。有些人有点出汗，紧张。我觉得人可选择的机会不多，我想我们还是要勇敢的，勇于挑战，去向可能成功的方向。漂亮漂亮漂亮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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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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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个不行，别着急，位置不行，哎，这样对他一点一点的调回去，别着急，别破坏平衡，已经基本上触碰到竹芯了。现在对于他来讲最难，因为他看不见火苗了。好，有了，漂亮，有了，呀！启动，不要讲话，启动了，不要讲话了，不要讲话了。最后这一根蜡烛呢比较矮，它也是燃烧的时间最长的一根，整个这个残瓷跟蜡烛之间的这个接触的这个距离啊，已经变得很微妙，很微妙了。可能我的动作稍微大一点，这个蜡烛就碎了。最后一根蜡烛也是一根短蜡烛，操作难度很大。第一次挑战失败时，刘仁伟就在短蜡烛上失败。这一次面对同样的难度，刘仁伟能成功吗？此时他离成功仅一步之遥，而失败也仅仅是一念之差。